我们都想要去探索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生存的世界哦，甚至有火箭上太空嘛。所以说，今天如果今天是鲸鱼哦，然后有人发明了一个东西，让我可以去探索另外的世界，哦，我当然是爽翻天。我在做这个鱼缸之前，我有做非常多的功课啊，不是说，哦，我今天想做就做，对你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鱼的特性嘛。